钉马蹄会痛吗？光听到钉马蹄，要将钉子钉入马的脚蹄内，就觉得非常疼痛。马匹怎么能够忍受其过程呢？放心，其实钉马蹄的过程中，马匹是一点都不会疼痛的。那又为什么不会疼痛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认识马蹄的结构。马蹄的外层分别为蹄壁、蹄底、蹄叉三个部分，内部有蹄叶、蹄骨、蹄枕等。马蹄钉是钉在蹄壁的部分，那是马蹄最坚硬的地方，类似我们的指甲，是没有神经的。蹄钉钉入马蹄后，会在上方约2公分的位置出钉，将多余的部分剪掉，再将钉尾折回来勾住蹄壁。一个马蹄会钉上6只蹄钉来固定马蹄。马蹄的前方或侧边有蹄唇，可以增加马蹄的稳固。